我曾经是这里的学生，现在是一名导演。这里是我导演之路的起点。我一直盼望着用摄影机来讲述一些关于我母校的故事。预备，他是个喜欢跑步的学生，每天都跑着来学校。有人说，看一个人勤不勤快，就看他走路的速度。如果都是带跑的，那这里一定有什么吸引着他。他是个尽责的有点过分的英语课代表，在讲台上抢老师的工作是他的爱好。老师，我都帮你把昨天的卷子讲完了。讲台前站着的可以是老师，也可以是学生啊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做实验一，把实验材料先放在载玻片中央的清水机中。他是个另类，创新班就喜欢这样的学生，班里的课程让他变得什么都想试一试。哎，浩林同学，水果是不能吃的。不要信啊，超好吃。我是你的学生，但是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在四十七，这样的老师都很忙。机长，我们年级都想听何老师的课，这是申请书。好，耶、yeah! ！你们的申请书。这堂课很有明星演唱会的感觉啊。他连着开了六场这样的讲座，或许明星来了都不会像他那样受欢迎。今天我们学的是斜抛运动，它的理论轨迹是抛物线，但实际生活中的抛体运动都有阻力，比方说定向投篮。在四十七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，也可以让老师变得让你喜欢。老师，我觉得最近作业有点少啊。作业少怎么可能？我每天晚上都要做好久。不会啊，我现在每晚做完数学作业之后，觉得没有什么作业可以做了。我做完以后就做不了别的作业了。那我后面根据每人的情况，我把作业给大家做一个调整吧。哎，老师，不是你作业布置的多，还是你出的题实在是太 out 了。你看这题，你可以把小密码苹果例子改成小密码 iPhone 嘛。还有，看到他们，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，一片云推动一片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王正凯、林一南，其实这次题目真的很难。在我读高三最失落的时候，也是学弟学妹的喊楼让我重新振作。
好，辛苦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了，现在大家请按秩序回班上课。辛苦啦。船长才辛苦，下午还要带队去探访孤寡老人，还有下星期的新生一小时宣传活动，还有下星期的下下星期的徒步探险扶贫活动，我也能去吗船长？当然可以啦。学校开始的这个生命寄养的课程呢，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位同学呢都是很有启发的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经常会讲啊，就是某个功利的目的它能支撑你一时的前进，但是你的兴趣、你的特长、你的奋斗的目标能支撑你一生。那么你们认为生命价值如何去体现呢？谁能够回答？我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过好每一分钟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十分了解西方艺术史，而且还想让更多人了解。你想当老师开西方艺术史啊？是啊是啊。我先当你的学生，你到时候找时间跟我讲讲嘛。我去当你的第一个学生。那好啊，同学们，上节课我们讲的是四只小乌龟。像他一样，在四十七中的每个人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点燃梦想。方强烈谴责俄罗斯在出兵克里米亚的行为，五角完成，俄方此行只为……我想请问俄罗斯代表，所以本次会议能否达成协议，需要各国代表之间加强沟通与交流。手拿手拿行都是这样紧张而愉悦，平凡且充实，但他们最期待的是一年一度展示自我，摇曳生命最灿烂最宽广的舞台。每个人的高中生涯只有一次，不管过得匆忙还是充实，三年后长大成人的他们终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，但这里给他们的影响却会一直延续下去。是这里的学生，现在是一名导演，这里是我导演之路的起点，
我一直盼望着用摄影机来讲述一些关于我母校的故事。预备，他是个喜欢跑步的学生，每天都跑着来学校。有人说，看一个人勤不勤快，就看他走路的速度。如果都是带跑的，那这里一定有什么吸引着他。他是个尽责的有点过分的英语课代表，在讲台上抢老师的工作是他的爱好。老师，我帮你把昨天的卷子讲完了。讲台前站着的可以是老师，也可以是学生啊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做实验一，把实验材料先放在载玻片中央的清水机中。他是个另类，创新班就喜欢这样的学生，班里的课程让他变得什么都想试一试。哎，浩林同学，水果是不能吃的。不要信啊，超好吃。是你的学生，但是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在四十七，这样的老师都很忙。机长，我们年级都想听何老师的课，这是申请书。好，耶！我们的申请书。上课很有明星演唱会的感觉啊。他连着开了六场这样的讲座，或许明星来了都不会像他那样受欢迎。今天我们学的来自一三届高三一班，我们现在在中山大学七中学2010届毕业生黄瑞，现在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。我是2010级的苏一寻，我现在在浙江大学读书。现在在中央财经大学读书。我现在南开大学商学院。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。我现在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。现在在 Penn State 就读 Engineering 专业。在我看来，四七中是一所非常优质的学校。优质是因为有了一帮真正的关心学生、爱护学生的老师，自然而然的，学生也能够好好学习，为了夺取日后高考的辉煌而做出准备。那在四十七的几年里面，其实对我的支持和素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积累的。在高中三年里，我有幸认识了很多良师益友，在他们的帮助之下，我确定了大学的学习方向。当时上高三的时候，很怀念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时候。四七中是一所有着爱心包容的学校。四七中是一个很优秀的，给让孩子带来梦想的学校。四十七中是一个学习的圣地。四十七中是天河区一个很有希望的学校。这是一个让你来了不会后悔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有优秀的老师、有出色的同学以及非常棒的学习环境。所以说，要来四十七的同学，你们一定要赶紧来。学弟学妹们，我在清华等你们。考来北京吧。我在北京等你们。我们在中大等你们，我们在华高等你哦。我们系的王毅在等着你。